所有的老铁们好啊，咱们今天呢在船上呢给大家出一个船上撒网的教程哈，很简单哈，主要是得把网捡好，先让一圈一圈的一圈两圈三圈四圈，折叠以后呢，把网呢先拉开一个长条，然后吧用这种左手抬右手拉的这个手法，左手抬右手拉的这个手法，把网呢坠的都趴在，都就这样趴在这个船上，这样呢方便于理网，能把网理得很好，反正反正用这种左手一抬右手一拉，左手一抬右手一拉，这种手法不需要锻炼哈。然后呢就开东门了，从里边身子里边大约从这一个膝盖以上提起两三个兜来，抓在坠子上方，抓住它搭在这就可以了。然后呢用这个底钢搭在这个手背上，从里边开始掏网，慢慢的往斜上方离网，人这个身子往右边转，这个网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斜面，看小斜面使得非常板正。然后呢这样呢把这个网呢往这边一摆，最后呢十个三四个兜，左手看这样往上一挑，这后面的这三个手指头把它抓住，抓住以后扯开就行了。然后这个坠子直接夹在这个大拇指的上方，让这个坠子呢在外边，这个底缸在外面，不要把网提起来，不要把网提起来哈，大拇指的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叉开，现在往这边一搭，然后把网提起来，坠子不乱，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撒了。咱先撒一网看看哈，往前走，基本上是背对着河面，侧背对着河面，知道吧？用这个腰的力量发出去，然后摆网的时候呢，腰弯一点，发力的时候两只手同时抛出，一定要这个右手要那个用力，主要都在这个右手上。啊，往前走哈，看撒一网了哈，然后就这样。哎，低腰往这摆走，两只手抛出。啊，水上全是鱼了，全是鱼没别的了。我操，好网！我难打一网，我难打一网。还行，我想顶。我操了！我都圈过来。这边不能动。我操，全是鱼啊，水面上啊。我操！不动，不动，恁这打不开的这我。我那边整网的。整。哎呀，打也不整啊，晚了啊！好啊，整口里了。我操，哪儿都是啊，印度上的这手势，手势哆嗦了啊！我操，肯定不中了，这场面啊！全是鱼，水少鱼多。大风刮好了。我哎呀！我操！哎呀，看看啊，咱这一网捞多少？这位，您先别拉，呵，看这鱼，我操，扒了，都直线扒了，跟尖儿打的似的，这鱼啊，往上薅吧，我操，看看，我操，看看，大汉这一碗，我操，哎呀，我看看，没别的，我操，哎呦。哎呀，我操！还老扎着我，哎呀！我还好人儿呢。啥？看张子斌那网，啊！我抖了抖了，往家不动。来吧。嗯，整点，整点。水少鱼多啊，百年不遇。水少鱼多，整过来了。过来，放网了没有？整过来了，今天要打破记录啊！往上薅吧，好的鱼了。少薅点鱼啊，好累呀。嗯。得奖了，总剩几百斤去了啊！你看看，没网夹去，你看这小碗，看看这夹，看看这夹，我操，看看，看看这夹，出妈打色了啊！又出打色了，没别的玩意儿了，穿上。哦，看看啊，四个网。